接下来呢，要送给大家就是这一首大家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，来送给您这一首《切切哩》，来一首好眼光，上台给各位朋友，感谢。来一首《网络红曲》。一首《切切哩》上好听，因为朋友啊，也希望我们朋友们会喜欢这一首啊时下流行的一首福建歌。